今天 Eric 来到了台南三井 Outlet 的一楼广场，看到了巧虎 2.0 环游世界非洲草原猎游大冒险环游世界寻宝区咯。接下来就让 Eric 带领大家来看一下这可爱的卡通造型及所有的整个会场的一个布置状况。 OK, let's go! Enjoy it!